好，那雅婷，在你要唱什么？你抽到谁，或者是你最害怕抽到谁？我那一天就是讲说，我最害怕抽到雅文老师。哦，结果我一摸，太不小心了，就抽到雅文老师。哇，好准呢！因为雅文老师他的曲风是比较演歌的，然后他的唱法是印象让人家很印象深刻。嗯，然后让我觉得。我怕我没有办法突破，跟就是唱这首歌。哪一首？美丽一出戏，对。美丽一出戏，对。就我看到了，美丽一出戏，他那两句歌词半讲半笑啊，好像在交代什么。让你想到什么吗？我先生的阿公，因为他的阿公是一个完全没有脾气的人，然后笑的时候是没有声音，可是会耸肩。很有画面，笑没有声音，然后耸肩，剩下气呢。对，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。在他要离开的前三天，然后我跟我先生去医院看他。他就是，他就是讲，就是叫我老公的名字，我要回家，带我回家。这样，然后我先生就说。不行，因为医生说不行，你不能回家。这样，他好像就知道，其实好像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，他自己知道。然后我就看到说用把塞修利这一句歌词，我想说到底是多思念这个人才会用到眼泪，就祝福他。我就是用这种感觉去诠释这一首歌。对。Te doy